每一位造访过日本长崎的游客总不忘带上一盒当地必买的经典伴手礼卡斯泰拉。蓬松柔软且带有层次口感的蛋糕体，总是令人齿颊留香，回味无穷。为了将美味带回台湾，一家隐身在中台湾的卡斯泰拉专卖店引进了日本道地的烘焙工法，让喜爱长崎蛋糕的人们不用远赴国外，在国内就可以品尝到正统道地的卡斯泰拉。今天我们就来与观众一同分享关于它的烘焙故事与美味关系。这个源自日本的特色甜点，店家透过食材及工法的层层复刻，一现身国内烘焙市场就引起极大回响。除了在蛋糕口感上让消费者赞誉有加外，店内另外在许多小细节上的用心与贴心之处，更获得消费者的一致肯定，成为网购市场的人气明星商品。在多位忠实买家的呼声中，卡斯泰拉选择在中台湾成立实体店铺，除了让消费者方便直接到店内取货，更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及有机会品尝到卡斯泰拉的美味。延续着网络的高人气，甫开幕就吸引川流不息的消费人潮。带有梦幻色彩的小小空间是店家的心意与心意，不只可以满足人们对于童话的想象，满是飘散着柔和淡香与糖香的沁人香气，更让走进店里的顾客充满温馨与幸福，满载而归。我很喜欢这样子很温馨的感觉，都会路过，所以我才想说来试试看。因为网络上我有看到是叶南风，所以我想说哇，他有开一个实体店面，所以我过来试吃。我有买抹茶盐味的，还有巧克力的，还有凤梨酥，我四种都喜欢，吃起来甜甜蜜蜜的感觉。为了把关品质，店家收回代工作业，自行成立工厂，且在师傅的巧思下，采用日本进口的双木糖取代蜂蜜来制作，以添增酥脆的口感与香气，并综合蛋糕的甜度，让消费者吃再多也不怕发胖。吃起来，不死甜，而且里面还可以咬到那个糖块，就是卡滋卡滋的感觉，吃起来很幸福。其实卡斯泰拉的食材简单且单纯，只需利用面粉、鸡蛋、糖、水麦芽这几样天然食材，凭借着食材的完美比例拿捏，精准严格掌控温度、湿度、时间及工法，因而成就出更胜人工添加的超优质口感。它的甜度比一般的那种蛋糕还要自重一点，不会太甜，吃起来不会太口渴。卡斯泰拉之外，贴心的店家特别为需要带伴手礼的顾客另外准备凤梨酥与薄片，让内在更多样化且丰富。我选过那个他们的卡斯提拉蛋糕作为伴手礼，还有他们的凤梨酥杏仁瓦片。这样我今天特地从高雄到台中要选购我们年底那个伴手礼，准备送给客户跟那个员工尾牙。就像是春天里百花齐放，空中弥漫着花香蜜香的芬芳，轻柔的南风抚吹过脸颊，温暖和煦的阳光洒落心坎，用最简单的食材烘焙出最不平凡的美味，